胡说什么呢？不行，我得留下证据。我现在就发朋友圈，昭告天下，你别想抵赖啊！怎么会抵赖？只是……什么？ 夏一成，你看到了吗？紫藤求爱成功了。我看到了，快来吃饭吧，老婆。哎呦，点这么多蜡烛，是要停电啊？你能不能稍微浪漫一点？这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烛光晚餐。干嘛突然搞得这么正式啊？之前不是你说的吗？ 我们吃的第一餐，要好好纪念一下。坐吧。原来你都记得呀？之前的方便面可不算啊，这可是我们新婚的第一餐。来，庆祝我！ 求婚成功。可是我们已经结婚好久了。之前的那些都不算，除了领证不能重来以外，其他的我都想重新通关一遍。你还想做什么？按照这个正常的流程来讲的话。 求婚之后就应该是结婚，哎，我们之前还没有办婚礼呢。哎，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啊？你不想办啊？我觉得，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儿，相比热闹的婚礼，我更喜欢这样，生活中的仪式感。嗯，不过这只是我的想法，如果你想办的话，那也……我是看其他女生都想拥有一个浪漫的婚礼，我以为你也想要。 如果你不想要的话，那就不要有负担，我们就不办了。那爸妈那边会同意吗？我妈那边没事的，明年不是我爸我妈30周年结婚纪念日吗？咱们给他们好好办一个就行。嗯，快吃吧。江先生，谢谢你。如果你不布置这些，我也能感受到你的用心。 新婚快乐，江太太。吃吧。这些都是你做的？嗯。看看熟度怎么样？江一成。 你是不是用我面霜了？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用我面霜了？哦，我最近洗菜觉得手干，我就用了点。你看，哎，这是擦脸的，不是擦手的。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就是这个很贵，还是紫藤送我的呢。哦，我说呢，我怎么手最近都变细了？你下次不许再动我东西了。 你之前没有这么爱美啊，你现在怎么回事？也不是，我听别人说，孕妇4个月以后脸上会长斑。我不至于那么爱美，但我也不想变丑。
哎，好了，甭管它是擦手还是擦脸的，又没多少钱的东西，你喜欢的话，我再给你多买点就好了。嗯，而且，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美的。油嘴滑舌，是不是油嘴滑舌？你试试才知道。你在想什么？我想要。科学家说，爱情是一种化学反应。哲学家说，爱是人生的原则和唯一的目的。程序员说，爱是永远无法用代码写出的程序。而我说，爱是一场只属于勇敢者的游戏。在这场无法存档的游戏里，希望每个人都能勇敢去爱，一路向前，找到属于你们的通关密语。